世界如此简单。布尔坚千隶属阿勒泰，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阿尔泰山脉西南麓准噶尔盆地北面，其北部和东北部与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、蒙古国接壤，是中国西部唯一与俄罗斯交界的县。国界线长218公里，境内河流众多，是进出口新疆西北部两个边贸口岸的必经之地，与俄罗斯接壤处有一理想口岸，极具开发价值，是打开西北地区与俄罗斯经贸往来的唯一最近通道。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发源地，东北部毗邻蒙古国，东临阿勒泰市，西临哈巴河县，南与吉木乃县和福海县相连。2011年年末，布尔坚县总人口为72157人，有哈、汉、回、蒙等21个民族。县人民政府驻布尔坚镇。布尔坚县农业资源十分丰富，春大豆、春小麦、玉米、油葵等作物